11号那一天，五月号要不要改稿？你要讲一下。因为4月11是老师画给我们看的、啊。那变成5月2号要上课。上课啊，你们要老师画呢，还是要你们自己要改稿？随你们。老师画，画完了以后摸彩。真的轻松啊。哦，那这次可以，我画几张。讲得好顺哦。那你再多准备几张纸啊，还没干货。今天老师跟我讲，来外口来小瞧一下。那么爱去那个，那吃一克10000块。你要订好一点的。前排那个老师讲说，哎呀，请客简单啦，我再带2-3个好不好？他说好，然后就指定那个一克20000到30000块的，好，皮卡丘，花不来，花不来啊。那我们就一个人10000块哦。先讲好啊，一个人10000块哦。钱不是问题了，问题是没钱啊。哦，立德兄，你真的讲的还对啊，还没有中那个乐透，乐透啦，等于50块今天去买，就要中的话，那不一定呢。那我们就走我们老师画这一圈，然后再画这一圈。没有人说人家是讲请个芝麻小事，他下一次就拿一些芝麻来，好几千个。我那个阿弟。下一期我要出差，你要出差，哎，好，这一期出差，好了，我知道。在下一期你再帮我。好，我这样我知道了，要出差。没有，你要出差。哎呀，为国争光，要把钱花光。不好花啊。北韩讲要打美国呢，你去唔能多北韩打美国。我那边打不打沙漠中央？像讲哦，伊就免用一块嘞，伊用机会就过去咯。啊，还碰风了，还碰风。那一个牛就过去。嗯，那个都不是事实的。可无啦，因为你都伊都跳去啊。对啊，迄大国个2-3个家己咧，就迷茫嘛咯。啊，你会记个哈？台湾译文爱去遐分分的哈。译文。这个啦。哦，这个。嘿啦。文这为什么？讲你有开画展啊，叫你转来看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台湾短信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等下咱收起来。要看上。看网络如何啊？有人摸彩啦！你爱转来啊？你爱有滴个才会使摸彩啊？你无滴个哪敢摸彩嘞？别紧啦！这个都要练的、要练哦，有那个笔意，但是那个味道还没出来。夏先生，夏大哥，这石头画的，你知道要不要割啊呀？人家非常有爱，你还叫人家割爱？